台中南区的亲家 M 三新古典外观在当地非常的醒目，社区内装也是很精彩，主打饭店式管理跟公社。这个案子公社都集中在一楼，那在户外的部分有规划一个600平大的中庭空间，那里面呢有巴厘岛式的游泳池跟 SPA 池，旁边呢烤箱、蒸汽室还有小小的树屋都一并付给你了。那另外呢，在大楼跟大楼之间的这个空间呢，它巧妙的规划了一个儿童游戏室，那底下呢有一整片的沙坑区，小朋友呢不用出门就可以在这边尽情的玩耍。而且呢你可以看到周边呢它是采用玻璃帷幕，所以呢经过走过路过的大人都可以看里面小孩子的活动情形。社区零店面，住家格局简单明了，方方正正，每户都是边间有三面采光，卫浴都有开窗，朝北的是四房，阳台是规划弧形的设计，朝南呢则是三房。那跟着记者来到这间食品屋呢，是位在19楼的 A 户，从大门一走进来，马上就可以从阳台望出去，这个视野景观几乎是一览无遗的，也是这个案子的最大卖点。这个换屋大楼呢，还推出优惠方案，准备580,000元就能马上入住，880,000元呢，则可以买到食品屋，同时呢，购物还可以再送10大家电。这样的促销方式有没有吸引到你呢？